煮完了，尾声了。那你估计以你的经验来看有多少？哇，他二三十万了。二三十万。我刚知他们说十万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好像不止。哎，他说三十万有。三十万有是吧？那他们为什么要说只有十万？他们看前面而已啊，后面没有看到。哦。所以要像你这样从头看到尾。哎。那你从几点开始在这里啊？两点。两点就开始走没有吧？两点我就在那边等了。哦。他们两点半就开始，他快三点了，他陆陆续续走过来。三点多就开始走，现在已经4:45了呢。对呀、啊，走这么久了，哎，二三十万人。哦。你要往前往前拍比较漂亮，现在不漂亮了，现在人都很少了。哦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差不多了，你拍这样就够了。好。你要就跟他们去往前那。上下个那个天桥就可以拍了。哦，这样。啊、哦，下个天桥。不行了，我累了。你的力，你比较有力气。我不来了，我要休息了。